顶陪伴，慢慢拍开阿妈关起来心门。我家上袂放心的，就是这位老妈妈，伊早起往生进前，甲伊托托住在来照顾。那这两罐多少钱？啊，这40，啊，这45，啊，拢总85。杨凤玉80岁，在社区经营杂货店10多年。平日除了顾店，他的生活和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者很雷同，看电视、串门子、诵经自修，对于自己能有如此轻松惬意的老年生活很满意。但是就在2年前，他开始做改变。啊，你家己一个伫遮顾着。中和区保健路白天是菜市场，到了礼拜三晚上，这家金饰店的骑楼下方就成了慈济临时夜间环保点，志工们称它为“黄金环保站”。我们是银楼的负责人，刚好也有这一个宽敞的空间，可以供应各菩萨来做环保。2年前，杨凤玉在老邻居罗恒元的邀约下开始当志工。以前用过晚餐后，就是看电视消磨时间，现在则利用礼拜三做夜间环保回收。我们这里虽然有车子来来往往蛮多的，但是我们有一位年纪80几岁的菩萨，名字叫大宋师兄，他每一天呢，都风雨无阻啊，来这里帮我们喊说，哎，车子来了，叫我们要小心哦。车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的话是因为我们是用十轮的来约，左邻右舍啊，来参与这个活动啊。之后那时间久了，会众越来越多了，菩萨也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我就，想说，那，要给大家一个有慧命的增长和人文的熏陶，所以我就邀约了罗师兄来组合这一个读书会。照惯例，晚上7点到8点做资源分类，8点之后在原场地进行读书会。但是今晚下大雨，仍会照常举行吗？今天呢？
虽然退休后哈，但是我们呢，希望环保之后，我们依然呢，是很精心的啊，在这个地方共修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呢，的这个共修现在就开始，大家请起立。好，大家。除了做环保，杨凤玉也跟着大家一起读书。知慈悲不可。大家吼安尼来吼，环保做好了吼，啊再来上个地藏经、地藏课，精神上很好，就好个安尼吼。啊，人食到老就要学到老。这个对佛法呢，一念恭敬，一念呢，然后一个念头要闪过，有足紧无？哈，咱拄啊坐落，到即摆安尼有几个念头啊？当然是讲啊，明仔载唔去等嘛，要食啥物咧？吼、哦，啊，当然阿妈转来，唔知几点才有通困咧？是毋是念头想作济？千万劫中不能得尽，地藏地藏，既无今日。有这个心在家在读这个经文吼，啊，未感觉讲啊，人行过咱的心理会安怎拢未啦？这个心理拢未啊，无啥感觉讲有蚊啊呢，啊，热天嘛安尼在家吼凉凉啊，啊，这个所在吼嘛是敢那安尼，感觉安尼真舒适的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我想讲要搁加捌一挂字啦，以前读了伤少，哎，啊，写的就是这个佛写哈，啊，是正当的，很正当的，应该要写。啊，这上车来，人来往往哦，我拢袂关心啦。啊，个啊，足上欢喜，足兴奋，个读个地藏经足好个安尼吼，袂分心，对我们都没有影响。啊，罗师兄个讲得很清楚，他解释得很清楚，啊个读得很足顺个吼，大家读个足用功、足精进个安尼。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十九者诸恨消灭，二十者业。上人讲说无处不是道场哈，每一个所在拢是道场。那以前佛陀讲经说法也是在树下，也是在旷野当中啦。那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三个堂。一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知道的人比较少哈，大概都每次上课都二十几位哈。那现在呢，越来越多，大概有每次上课都三十几位。三者即圣上印，四者菩提不长而对。小小的黄金环保站不仅做资源回收、读书会共修，也是菩萨招生的据点。罗恒元在社区经营读书会多年，他以《地藏经》作为导读入门书籍，借由地藏王菩萨的故事推广孝道，也让社区民众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。近年来，他更进一步地邀请大众到静思堂来闻法。所以，我们在座应该有蛮多位同学在参加见习，来参加培训。来，我们现在请问一下，那今晚呢，有地摊加修法箱的，加两袖。来，那个注意，佛法，或是上人说的法。是讲给有缘的人听的，那也是要有很大的福报，他才能够听得到《妙法莲华经》。
所以说不管是资深的已经受证的师兄师姐，或是说刚进来的这些社区志工，只要他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，他就可以呢有机会来听闻到这样子的大法。当初要邀请凤仪师姐来参加读书会或是熏法香啊，她也不是一开始马上就答应，后来她答应要参加见习之后啊，再跟她邀请的时候，她就很干脆的就答应了。那因为她的年纪也大了，她也很珍惜这样子的一个闻法的机会。杨凤玉的改变，除了出门当志工参与读书会，他现在也早起熏法香。师姐早。这时啊，吼，人很少的，所以对伫遮等真久啊。早，早，来，赶快上车。王师兄早，师姐早。把安全带好。拢是罗师兄成就我们吼，安尼每天吼，不可能无嫌辛苦啊，逐工拢邀我们吼。我每天吼4点我就起床啦，啊做点早课吼，啊我5点就搭罗师兄的车子来，来一起来熏法香，听上人的法华经，安尼就是叫做听经闻法啊。每天来到双河净思堂熏法香的志工里，有许多读书会的成员，他们甚至都还不是慈济慈诚委员。困难中呢，实在是足容易的啊。我们在社区的这4个读书会哈，通通给他们互打，给他们邀约呢，来参加城中起熏法香。经过我们这样呼吁之后啊。经常性有来参加熏法香的大概有10-20位了，那我们看到他来的时候，内心也是很欢喜的，因为他能够克服这个睡眠，然后开始来熏法香，这是一种算是也算是提升，也算是突破，所以看了我们就觉得有那么多的同学过来来熏法香，我们就觉得内心蛮欢喜的。今早，若有菩萨伫迄个所在啦，伊呢都逐工。除了杨凤玉，当年陈能玉也是因为参与了读书会才开始熏法香。今年初，他已受证成为慈济委员。刚开始罗师兄有在读书会有在呼吁说来熏法香，那来熏法香之后，刚开始也是不太懂，但是慢慢的，因为师父每天讲的经文，他有解释，都把它解释得很清楚，那我们慢慢就会比较懂这样子。陈能玉不仅自己早起精进，也带着先生一起来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是很早出门，然后我就会很担心，他就说跟他去净思堂熏法香，那我也没有很对啊。可是在家里面，他一出门我就开始睡不着，就是一直在担心这件事。那看到我们家师姐也天天来，然后想说啊，一直在家里面担心，那就干脆跟他一起来熏法香这样子。那原本在家里面的时候，有时候常常也是会对小孩子，或是对我们就是讲话口气就会比较不好啊，或是有时候他比较忙的时候啊。也会有一点脾气，可是他心慌好像又慢慢的就跟家里面就是比较圆融，然后讲话也身段也比较柔啊，口气也比较柔和。那来了之后，我们都是会懈怠嘛，那偶尔会一两次不来，那刚好有一次来的时候，那天也是很挣扎不来，结果来的那天，上人有开示说。
大家都在大平林奋斗，听一听，哇，觉得真的，真的好像你来的时候，你无形中你会讲说，当天好像是在跟，好像有些事是在跟我们讲，好像跟他有一些契合这样子。对陈能玉来说，熏法香如同上人每日叮咛语，提醒他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曾经在培训成慈济委员的过程中，得知自己得再延长一年才能受证的消息，起了退转心。还好，天天闻法熏习，转心念面对考验，才让自己至今能持续在菩萨道上精进。帮忙啊！对啊，就像那个上人讲的，因为我看能玉平常都是在环保站做环保啊，其他的功能都没有参与，所以想让能玉去多参与慈济的四大志业、八大法运，所以我才会让他再见习一年。这个是报到机哈，健保卡插进去，然后抽起来之后，你就告诉他现在他是几号，跟他讲一下哈，跟大德讲一下哈。知道。当然是会生气啊，可是那个不是说在菩萨招生吗？那为什么还要多见习一年？那可以请回来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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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经过赖满师姐的讲解之后，那这一路来熏法香的心得就是让我学会转念。道心不够坚强的话，很容易就会退转心。那这样再让我多见习一年，知道说原来有这么多事要做，就不会有退转心。有在听上人的法嘛，那知道说日常生活要跟人家好好相处，那喜欢做环保也是一样啊，那来做环保就跟我们在清无明是一样，把我们心中的无明给清掉，不做环保是亲近大地啊，那保有那一颗出发心说来做环保，也清大地，然后也清自我的心灵这样子。环保净化大地，多读书能增长智慧，净化心地。位在净思堂旁的双河环保站，每周五也举办读书会，成员有上百位，多数是家庭主妇、退休人士以及上了年纪的长者，陈能玉也是其中一员。这里是接引他走上菩萨道的地方，如今受证了，勤务比过去多，但是他仍然每个礼拜来读书，希望接引更多人走入慈济大藏经。是命中人的。那上人也一直强调说来不及，来不及。那上人来不及，他没有办法再看，再拉着我们弟子，我们弟子要自己要精进的往前跟着上人，才有办法跟上上人，然后来精进。像环保站有几位我认识的菩萨啊，我就想说，那上人现在讲法哦很难得，我们如果有这个因缘的话，可以来参加。好，谢谢魏爸爸哈，魏爸爸，好，83哈。咱这88-91，吼，头前足侪拢比你较侪哦。吼，看到恁来上课呢，就是呢，感觉呢，感觉真欢喜。目前双河地区有四个社区读书会，每个读书会都是接引社会大众认识慈济的方便法门。独自修学十二因缘法而应供杀贼跟无生。我们在社区带读书会，那只是算是一个热身嘛。但是接下来需要用上人的法呢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，把他们广邀来，然后再鼓励他们呢来参加熏法香。绝对不可以放弃，因为我
现在在这个地方。社区会众啊，他来熏法香的时候啊，会感受到上人的那种悲心，而且上人那种苦心啊，苦口婆心的来给我们开示啦，给我们这个说法哈，所以他会从内心呢、啊、有一种感恩心啊油然而生起来，所以就会比较愿意哈去深刻的反省自己，好，然后呢把这个法呢浇灌到自己的内心里面去，然后呢改变自己的习气。一开始比如说会众志工进来啊，如果你跟他讲了很多的活动的时候，他们会计较，会比较说他有去他没去，为什么每次都叫我，好，但是呢他熏法香了之后啊，他会觉得说哎，这是我的福报，我能做就是福，我能够多去种福田，多去结善缘，这是好事情，他会转念。熏法香对我最好的就是可以转心念，哎，转心念就是对人家善解包容，那要抱着善解的心包容人家，这样子处事对待人也相处起来也比较好。一世人我都袂歹，但是我也会客气啊。好好把握最后这个吼，我人生上面我最后这个后半段吼，我一定爱改。来寻着法相，安尼跟着师父一直走，学法爱入心，啊，一定爱行菩萨道。我从今以后，我会慢慢来招啦。敢若讲，若有甲法甲上人有缘，一定爱入来。真的，有发这个大愿吼，我有迄缘分，就着更较侪人来寻法相来听法吼。哎呦，你这边物件？对呀、啊。哎，听我妈妈讲，你要去培训了。对啊。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哎，我今晚咧开始咧见习啊。啊，我咧欠会员啦。啊，我给你支持，无问题。好啊，多多指导帮忙。无问题。对。师父遐尼发心吼，遐尼上人那么，我们真的遇到名师啦，所以我希望吼，唔只像我这老啊，无。真咯，一定要来对上人吼，脚步来行，来走这個菩萨道啊！我们应当起。